昨日我哋嘅西贡诊所接到有几位地盘工友带嚟嘅黑色糖狗黑仔嚟睇症，兽医发现佢有乌蝇虫，而且佢有几个伤口都比较深。兽医于是建议要即时作出治疗，可惜几位地盘工友只系好心带佢过嚟，佢哋完全冇能力可以帮到佢。于是我哋 Pet Central Animal Welfare Foundation 决定负责佢嘅一切治疗。兽医即刻帮佢清理伤口，同埋将所有嘅乌蝇虫都尽量移除。由于伤口嘅严重感染发炎，唔可以即时缝合，所以佢而家暂时仲要留喺我哋嘅西贡医院。我哋会同佢不断做护理，直至到伤口能够缝合为止。兽医日后亦都会再衡量佢适唔适合喺家庭寄养。如果大家想帮黑仔，可以考虑捐款去支持佢嘅治疗。